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今天的晚清人物系列，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来解读另外一位晚清重臣，他的名字就是张之洞。对于张之洞的个性，在他生前身后都曾经有过许多的争议，所以才会有一心一旧之张公的说法。有人说张之洞是一个非常儒雅的人，也有人说他其实很奸猾，有人说他谦和公正，当然也有人认为张之洞其实毫无原则。那么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在晚清纷繁复杂的政治舞台上，他曾经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又曾经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天瑜先生，请他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张之洞他不平凡的一生。欢迎您，冯先生，欢迎。来，您请坐。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冯天瑜先生。冯天瑜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冯永轩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期生，王国维和梁启超先生送给父亲的条幅就挂在客厅，是他每天早晨最早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之后的时间，他就在母亲工作的湖北省图书馆里畅游书海。在浓厚的文学和历史氛围中，冯天瑜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和讲学过程中，冯天瑜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少年时期所积累的传统文化底蕴的重要性，因此他建议文学学习从原点入手。在自己的教学当中，他坚持笃实、创新和执着。刚才的短片呢，冯先生，我知道您是从小就开始对历史感兴趣，那不知道在您儿童的时候对哪个历史人物印象特别深？小时候都是主要是首先从一些文学名著当中认识一些人物啊，那像《三国演义》里面的曹操啊，这个诸葛亮啊，这些人物，我就从小就是比较喜欢那种赋予历史智慧的人物。后来进入中学以后，那还是从阅读这个西方的文学名著又接触一些历史人物，就发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在那个时候当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但是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人物是复杂的，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把握它。我想这样一个潜在的东西对于我后来进入学术领域来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还是颇有帮助。读了这么多的文史名著，每次读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会跟父母交流吗？很少，就是。看来您是属于自学成才一类。但是父亲的教导有关，他也觉得需要把自己的一些学问呢，有所承传。而我的哥哥呢，他们基本都是学了理工科，所以看到我比较喜欢的，就给我这个讲读了三本书，《论语》，《论语》是全部讲下来了；再就是《孟子》，《孟子》全部讲下来了；再就是《史记》是选讲。这些东西当时我还做了很详细的笔记。我父亲呢，他是手不拿没有书的，他就全部是那都是背的。都是他的理解，不仅仅是那些原点本身，他的滚瓜烂熟，各种注释啊，这个啊，郑玄的注释啊，朱熹的注释，二陈的注释，都是这样背，以及加上他的一种理解，所以这个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我这个教书，后来在大学教书也有二十年，我基本上包括学术讲座和讲课，基本上是不拉讲稿的。在您从小读了这么多的古书当中，第一次接触到张之洞这个人物是在什么时候？您还记得吗？那很晚。张之洞完全是后来进入到学术研究以后，因为我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位在这个明清，尤其是清学，就是中国文化的近代转换的时期。而我觉得张之洞呢，是中国文化从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换的关键人物之一，这是一个。另外，
我的研究当中，从地域就是从空间范围来，我比较重视湖北，就是长江中游啊。而张之洞的主要，他虽然不是湖北人，他是直隶南平人，就是河北，在现在的天津附近的但是他的主要的业绩是在他当湖广总督的这个17年当中。所以我是从两点，一个是研究中国文化的近代转换，要注意到了张之洞；另外就是从研究湖北，研究我们华中地区的近代的历史，认为张之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大概这个大概是在70年的末期，80年的初期开始正式把张之洞作为我的一个研究的目标。刚才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冯先生一直在强调说，任何的历史人物都有它的复杂性和多面性。那么对于张之洞这样同样也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有什么样的复杂性，他有什么样的多面性，我想接下来呢就请冯天瑜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晚清人物系列之张之洞，有请。我想张之洞这个人物正像主持人小姐刚才说的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我觉得，但是对于张之洞而言呢，还不能仅仅用一个复杂两个字来概括他，他还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人物。张之洞可以说是一个跟中国近代历史共始终的人物张之洞是诞生于1837年，这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前的两三年，中国进入近代的前夜他诞生。那他去世1909年在他去世之后的两年，就在他苦心经营将近20年之久的湖北的省城武昌爆发了推翻清王朝、推翻中国2000多年专制帝制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辛亥武昌首义。所以张之洞的这个70多年的生涯可以说是跟中国的近代史共始终。同时呢，张之洞他是中国近代历程当中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运动，就是洋务运动的一个关键人物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后期的最主要的代表。晚清新政应该说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的继续。中日甲午战争宣布洋务运动破产，应该说是宣布了李鸿章主持的那一段洋务破产了那么洋务运动的后期代表最主要的就是张之洞，最主要的就是张之洞张之洞他进入洋务运动的时间比李鸿章他们要晚，差不多要晚了20年。我多说两句话就是譬如像现在播的那个有一个片子叫做乔家大院里面呢就片子拍的还可以了，但是里面有一点乱扯，就是把张之洞在太平天国时期，张之洞已经是一个比那个乔什么还要大，年龄还要大的一个官员找他借钱，这完全乱扯。太平天国的时候张之洞还没出山，还是一个年轻青少年，你可以虚构但是你不能够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像这样一个东西乱扯，这个不好那么张之洞在60年代到80年代他是初入仕途，而且他是一个偏于保守的人物，是清流党人，是一个清流党人清流党是晚清的一个以批评洋务运动为他的目标的一个政治派别，而张之洞在80年代以前是这样一个人物这儿我们就要简单讲一下张之洞他入仕，就是他做官的这个历程，这个跟他后来的事业有极大的关系那就是尤其是他与晚清执政实际操纵中国政坛的一个重要人物，大家都知道的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这一层关系，张之洞后面的业绩是不可能的张之洞呢应该说是一个早慧的人物，就是智慧很早，他15岁就在乡试就是省试在省里面考试他是第一名，就是叫做谢元26岁就中了进士，
所以被当时的人说是今日科民之早啊，甚推张兰萍，所以他是作为一个早会的人。那么他在26岁中进士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是这样的，由于他的参加殿试的时候，他的文章比较尖锐，对于时政有所批评啊，所以主考官很不高兴啊，当然也承认他写的不错啊，就把他的这份卷子啊列入到三甲的摸名，就是第三等的最后一名啊。后来那个主考官叫宝军就发现他是不错，就把他提到了二甲，提到了第二档。然后最后一次，因为殿试是谁阅卷呢？两宫皇太后慈安呢是一个挂名的，他也不会去管这些事情，实际上是慈禧，就是西太后。可见这个慈禧这个人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物，他阅了这些卷当中，就发现了张之洞的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就特别把他从二甲拔到了乙甲第三，这样就是什么东西啊？那就是探花啊，啊，第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探花，这个地位就很高了，这在进士当中是属于三甲三顶甲之一，三顶甲之一。所以张之洞跟慈禧的渊源很深，首先张之洞就是慈禧所发现的一个人才，所以被称作太后手镯之人，镯就是挑手旁那个镯，亲手提拔的一个人，这是他跟慈禧的遗臣关系，这是慈禧有恩于张之洞，反过来张之洞这个叫做投桃报李呀。大概是在1879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那个同治皇帝已经死了好多年了，这个时候是光绪。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按照一般的组织，清朝的组织啊，前面的皇帝死了啊，那个皇帝又没有自己的亲生的血骨，没有子女，没有儿子，那么就应该选一个他的下一辈的侄辈侄儿啊，来就是选溥之辈，就是溥仪的那一辈的人来当啊。但是慈禧是不愿意的啊，如果是选溥之辈，那么慈禧又是个什么身份呢？那就是太皇太后，而根据清朝的组织，太皇太后是不能垂帘听政的，所以慈禧就违背组织来选择一个什么人来继任呢，来当皇帝呢？选同治皇帝的叔伯兄弟，这就是光绪皇帝。但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啊，在朝廷里面言官有很多的批评意见，这一点呢对于慈禧的地位是一个很严重的动摇啊，这就是他的这个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我们现在的一个统治者，他的权力的合法性是要通过民主法治而定，而那个时候是要根据中法制度，根据宗法它的近之是近之还是远之这些东西来确定它的合法性。而恰恰在那个时候1879年的时候，这已经是光绪年间了，当时正在安葬同治皇帝的这个陵墓啊，有一个负责主持这个安葬工作的一个吏部主事叫吴可读，这个人可以读书这两个字，吴可读这个人是个书呆子啊，认死理啊，他就上了一封书，意思就是反正就对慈禧就很不利了啊啊，而且呢你还没有办法对他兴师问罪，怎么呢？他自杀了，这个叫做尸检，这个就对慈禧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而且满朝啊议论纷纷。正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张之洞啊，他当时是个言官了，他就凭着他对于礼制的一种精熟，他这方面知识很丰富，引经据典啊，滔滔不绝啊，上来一个奏折，讲了一大道理啊，这个也没有时间去详细说，反正就帮助慈禧太后走出了困境，解了围啊，所以慈禧对于张之洞是也心存感激啊，就是张之洞在以后的仕途当中，在这个漫长的
弘扬大历它办实事的过程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的问题，而且有政敌的攻击，还有财政的困难等等。慈禧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没有这个支持是不可能的。而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是一个后发次生型的近代化运动，它是个自上而下的东西，不是像英国法国，它是原生型的近代化运动，是从底层，是下面的资产阶级发展起来慢慢上去。所以像中国啊、日本啊、包括俄国啊，都是后发的次生型的啊，是要从上面发动的，彼得大帝发动，明治天皇发动，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慈禧太后发动啊，慈禧太后发动啊。所以慈禧太后是否支持这个人至关重要，他支持张之洞啊。而这里面还要交代的一层意思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尤其是李鸿章长期主持洋务新政，权力非常大。那么尤其是曾国藩兄弟辞世，就是死了以后，朝廷就是慈禧既要利用李鸿章的淮系来办洋务，增强国力，富国强兵，同时又是不放心的啊，不能够有一个伟大不掉的单独的一支地方力量，这个对朝廷是很危险的。所以他朝廷慈禧太后他要扶植一个另外一个力量，也是办洋务，而且也要办出实力来，来跟李鸿章的淮系相抗衡啊。而张之洞就是慈禧，就是当时的朝廷所选择的一个重要的对象，重要的对象。所以张之洞后面的业绩固然跟张之洞个人的励精图治啊，跟他的雄才大略有关啊，同时跟整个当时晚清的总的格局是相关的，它是这个总的这个格局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1889年以后他就调任湖广总督，为什么把他从两广总督调任到湖广总督来呢？那是陆政之争的产物，就是修铁路啊。修铁路当时有两种意见，李鸿章呢是主张修从港口到北京的铁路，有人很多人反对，认为修了这样的铁路很危险，外国人一下就可以打进来。张之洞他们主张修内地腹地的干线啊，这就是卢汉线，卢就是卢沟桥，因为当时的铁路不能修到京城里面来啊，修到京城里面来就把龙脉给挖断了，那不能了，只能修到京城的郊区，所以当时叫卢汉铁路，汉就是汉口，就是现在后来我们叫做京汉铁路，后来长江大桥修好了以后就一直通到广东嘛，广州了，就京广铁路啊，那个时候叫卢汉铁路。但是那个时候修个卢汉铁路是很不简单的事，所以一定要派重臣来掌管，那就看中的是张之洞，就把他从两广总督调任到湖广总督。这儿要提一下的就是他在湖广总督的任内一当就是17年，1889到1907，1907年他才调到朝廷当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被称作入阁拜相。这个在晚清是很少有的，就是一个大臣在一个地方当封疆大吏长达将近20年之久，这是极少的啊。我们不能说是绝无仅有，因为还有一例，那就是李鸿章当直隶总督达到21年之久啊，只有这两例，其他的都只有几年。为什么不能够让一个人在这儿当得太久啊？当得太久就成了一个伟大不掉的一个力量啊，那就将来对中央有威胁啊。正如我们70年代曾经搞八大军区司令对调，那是一个道理啊。张之洞让他在湖广总督当了这么长时间啊，表示了对他的信任，同时也说明了当时朝廷希望张之洞以湖北尤其是武汉为基地建设起一个跟
北洋相抗衡的第二个洋务中心，我认为是有这么个意图。啊，当时的李鸿章的基地是在保定和尤其是天津，啊，这是北洋，所以当时说一个人才啊要走啊，不是归于金门就是归于武汉，啊，就是这是成了两大中心，啊，所以他在这儿经营呢，啊，达将近20年之久，所以他自己也把湖北说成是他的第二故乡。那么他在湖北经营，说这个洋务新政呢，啊，大概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新实业，就是建设现代化的机器工业，这一点呢应该说是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我们简单举三个例子，一个就是当时建设了汉阳铁厂，啊，汉阳铁厂不仅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亚洲第一家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另外张之洞办的汉阳的枪械厂，当时开始叫湖北枪炮厂，后来叫湖北兵工厂，以后叫汉阳兵工厂，啊，也是90年代初期办的，不仅仅是晚清一直到民国年间一直都是中国最大规模的陆军兵器的制造中心，这是在张之洞手上完成的，张之洞手上完成的，啊，第三个大的企业就是布纱丝麻四局，就纺织工业，啊，织布啊，纺纱啦，啊，织麻啦，麻布啊，啊，织丝啊，啊，烧丝，啊，丝绸啊，这个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中国的纺织工业中心，这都是在张之洞手上完成的，所以他的新实业应该说走在当时全国的前列，所以武汉到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成为了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近代工商业中心，包括它的对外贸易额都是这样的，啊，甚至于机器工业，有些大的机器工业比上海的规模还要大，这都是在张之洞手下完成的，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新实业我们只能简单的提一下。第二个方面就是办教育，办文教，办近代化的现代化的文教，张之洞在布的过程中深深感到人才不足，他说现在不仅仅是贫于财呀，而尤其是贫于财，后面那个才是指的人才，没有人，没有可用之人，这个可用之人显然是指的能够从事现代化事业的那些人，所以他非常重视办文化教育事业，他搞书院改制，把旧的书院改制成为新的学堂，尤其是像两湖书院，两湖书院培养了很多重要的近代人物，譬如像黄兴啊，这些人都是两湖书院出来的，这是一种形式，就是改书院改制，书院是中国从唐宋以来的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这个把它还保留书院这个名称，但是它的内容和方式已经改了，另外就是创办大量的新的学堂，这是我们要提一下的，它尤其是很多的专科的学堂，啊，是办的是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啊，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办的自强学堂，后来叫自强方言学堂，方言在晚清就是指的外语，方言学堂相当于外语学校，啊，自强方言学堂就成为我现在服务的武汉大学的前身，啊，所以武汉大学的校史是追溯到1893年，啊，根据我的考证呢，啊，湖北武汉地区的文教设施，凡是历史比较悠久的，几乎都要追到张之洞那儿去。同时，张之洞还是晚清的留学生运动的最重要的提倡者，啊，他的《劝学篇》的下篇啊，或者叫外篇啊，上篇也叫内篇啊，内篇是讲的中学为题的，外篇是讲的西学为用的。外篇里面专门有一篇叫游学篇，游学就是留学啊，所以留学生运动啊是他提倡的啊，这是办文教。第三个方面就是练新军，啊，
他在暂戍两江的时候，在暂时树立两江总督的时候，就练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支新式军队，叫江南自强军。这是他1895-1896年在南京啊，那个时候叫江宁了，江南自强军。后来他反任湖北以后，反任湖广以后啊，就练湖北新军。湖北新军就成为晚清最精锐的一支新军之最精锐的一支新军。但是晚清最精锐的新军有两支，一支是袁世凯在天津练的啊，小站练兵，是小站闹的那个小站啊，小站练兵啊，这是叫做北洋六镇，镇就是相当于师啊，这是清朝的中央军，地方各省都在练新军，练的最好的是湖北新军，就是张之洞手上，就是一镇一个混成协，就是一个师加上一个独立旅啊。在晚清举行的几次秋操，就是秋天的军事演习，湖北新军都是冠军，所以是当时最精锐的一支军队，最精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它除了装备完全是用的现代化的东西啊，现代化的枪炮啊，同时它招收的士兵一改以前的那种办法，以前招一些兵痞呀，招一些文盲啊，不，他只招两种人，一种就是底层的青年知识分子啊，而这个刚刚碰上什么呢？刚刚碰上1905年的科举考试废除啊，实际上05年以前科举考试已经不行了啊，一些读书人沿着原来学而优则仕的那一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啊，他们要找出路，其中有一条出路就是到新军里面当兵啊，所以招募了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所以给这一支军队带来了新鲜血液，再就是招比较老实的农民，他只要这两种人，绝对不要兵痞，绝对不要那些有不良行为的那些人。所以这一支军队的素质啊，就我个人的看法啊，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素质最好的一支军队啊。因为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辛亥无双首义史》啊，我访问过当时就是80年代初期还在世的辛亥老人，就是新军士兵，文化程度极高。我甚至于认为，不仅仅是他是空前的，他的文化程度不仅仅是空前的啊，不算改解放以后啊，解放以后当然我们很多高中生呢，什么都当兵呢，那很，一直到49年以前啊，他还是绝后的。后来的这些兵，不管是国民党的兵还是我们红军那是，从文化程度而言，都没有达到湖北新军这个水平。这样他这一支军队由于他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加上他的军官全部是从军事学堂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一支军队不仅在新的军事技术方面他能够掌握，同时他们也有可能接受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那些革命宣传，所以这样一来湖北新军就成了晚清革命党人进行组织和宣传活动的一个最好的温床。这就是为什么湖北新军成为辛亥武昌首义的发动者，所以辛亥武昌首义又被称作是新军起义，就实现了什么东西？台营主义，就是把新军的营房从清朝那一方面整个的都抬到哪儿了？抬到革命方来了。这一点是张之洞始料所未及的，不是他的主观愿望，但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他在张之洞手下的军制改革，从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而言是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张之洞他还是一个思想家，他不仅仅是一个洋务的实践家，他是应该说他是洋务运动最大的思想家啊，你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关于洋务思潮也有他们的论述，但没有系统的论述。张之洞有最系统的论述，尤其是集中在他的劝学篇。劝学篇是对于洋务运动的理论层面的一个最高的概况啊，其中基本的命题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思想有它的价值，也存在着它的严重问题。
存在着严重问题。而它的价值也好，它的问题也好，是在理论层面上反映了洋务运动它的两重性啊，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啊。关于体用问题，关于中西体用的关系问题，现在人们还在讨论啊，说明这一对范畴是整个中国文化从古代中世纪向近代转换当中一个无可回避的一个论题啊。张之洞他面对了这个论题，提出了他的看法，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那么对于张之洞这个人物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总体的评价，我觉得他是一个开心与味道集于一身的人物，他有味道的这一面，同时他又有开心的一面，而且他在开心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实际的业绩，还不仅仅是说了一些观点，做了大量的实际。所以我是同意这个看法，就是中国近代化的运动过程当中真正留下实际的还是洋务运动啊。但是洋务运动它的这个贡献这是不能抹杀的，它的弊端它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啊，那都是清清楚楚摆在这儿。而张之洞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性的人物，他是一个集味道与开心于一身的人物，同时呢是一个儒臣加能力很能干的观念啊。有些人是儒臣，但是他很迂腐啊，他又不迂腐。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的首相就是伊藤博文啊，他在辞掉了他的首相职务的时候，曾经在中国来转了一圈，就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那一年转了一圈。最后他得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他结识了很多中国的高级官员，就是中国的这些官员当中能够办事者为张香帅尔，因为张之洞号香涛啊，所以叫张香帅啊，因为总督嘛又被称作某帅某帅，所以总的来说，张之洞是一个矛盾的，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应该说是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且呢给我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遗产的人物。这个遗产里面当然是要做两分的分析的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话啊，我们可以把他那个话放大一点。他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候是1962年，就是说谈到中国的近代工业有几个人不能忘记，哪几个人不能忘记啊？谈到纺织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啊，谈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罗作福，谈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学东。毛泽东尤其强调了谈到重工业，谈到钢铁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啊。当然毛泽东这个话呢是仅仅只是从办工业而言啊，我觉得从整个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它的经验也好，它的教训也好，都不能够忘记张之洞啊。好，感谢。谢谢冯先生给我们的演讲。刚才呢您也一再的强调张之洞他是一个开心和味道这两者相集中的一个人物，那为什么这样一个矛盾会同样的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因为我们也曾经比如说在网上啊，在其他的一些杂志上读过一些关于他的小故事，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关于这个张之洞他的这种新旧之间的矛盾的体现。那就是他其实一直非常积极的在选拔留学生，送他们到国外呢去希望他们学习西学，但是他在召见这些学生的时候呢又都要求他们去行跪拜礼，那学生呢自然就不愿意，觉得说我宁可不去留学，我也不愿意失去我的人格。结果就是双方持续的争执，互不退让。那为什么这种情况新旧之间的矛盾会出现在张之洞的身上？我想这个很清楚，那就是整个中国的近代它本身就是一个过渡时代啊。这是梁启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做过渡时代，就是整个中国近代是从我们传统的中古形态的文化和社会向近代转化啊，近代转化的一个急剧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啊。这种变化在整个社会身上反映出它的两重性，在一个个的具体人物身上也反映他的两重性啊，包括一个革命者，最激进的革命者，他都不可避免的具有两重性啊。那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孙中山也好啊，毛泽东也好啊，这个那可以举很多例子。何况像张之洞这样的一个专制模式啊，这是最后期的啊，
一个这样的一个高级官员，而且从小深受儒学熏陶啊，这样的一个人物，他保留着很多旧的东西，背负着很沉重的旧的包袱，这是毫无意义的啊。我觉得可贵的倒是像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啊，他居然能够向前跨了那么大几大步，能够成为一个开心的人物啊，能够做了很多开心的事，这是值得啊我们这个尊重的啊，值得我们尊重的。所以有这个矛盾性，这个是时代的产物。另外我们这边呢还征集到了很多网友关于张之洞的问题，其中有一个网友呢，他的名字叫做南皮猴，他说清朝末年呢有西山石立的说法，这当中呢像狼是和珅，蟒是曾国藩，狐呢是西太后，蛤蟆是袁世凯，那么张之洞呢是猴，他就想问您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为什么会用猴子来比喻张之洞？我想是不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就张之洞这个人的表现来看，就他的一生的经历来看，他是一个多变，很灵活啊，变化很多啊，猴子比较灵活，这个是不是跟这个东西有关系？另外是不是跟张之洞的形象，他个人的形象有关？因为张之洞啊，是他的个子很矮，很瘦，很小啊，所以清史稿的《张之洞传》里面对张之洞这个人的形象啊，有这样的这个八个字啊，说他怎么呢？短身，柱巨软，丰仪整劲啊。就我看到一些张之洞的照片，啊，他跟一些中国人在一起，尤其是跟一些洋人在一起，他比那些洋人要矮一个半头，我估计他的身高不会超过1.6米。就是张之洞很瘦小，所以把他比喻为猴啊，可能是不是跟他的跟他的一生的行为以及跟他的个人的身体条件是不是有关这只能我自己做这样一个诠释虽然如您所说，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呢，可能张之洞他的外观啊形象并不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这种潇洒英俊型，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他的奏折是写得非常漂亮的，所以呢这边还有另外一位网友，他的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和奏折有关的，他的名字叫做武大郎熊根，他说张之洞的奏折以具有文才和深情著称，这里就要提到武大了，他说武汉大学呢当初在寻找他给光绪皇帝申办自强学堂的奏折的时候就颇费周折，不知道您在武大有没有见过这个奏折，这个奏折到底是什么样子，您有没有对他有过任何的研究？武大郎嘛，他就是武汉大学的一位郎啊，这个显然是武大的校友啊，不知道今天来了没有啊。那么张之洞他办那一系列的学堂都上了奏折，都有奏折啊，而这些奏折呢，我想武大他当时想找到一个文物，就是把那个文物好像是没有找到，但是在张之洞的奏稿当中，就后来收入《张文襄公全集》里面，都是有的，那我都是看过多次，我原来就是民国初年已经出了《张文襄公全集》，现在大概前些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个张之洞全集，是吧？后来我们就觉得这个张之洞全集呢编的这个也还有一些收的不全吧，也还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又编了一个张之洞全集，我是主编之一啊，那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但是书还没印出来，快就快了啊，这里面都收的有这个张之洞的这些奏折，包括自强学堂的奏折。好，谢谢您和我们网友做的交流，谢谢。接下来呢，就请我们在场的各位老师和各位同学，如果您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现场和冯先生进行沟通。您好，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我是高玲玲。我想问一下一个比较八卦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刚才说的张香帅还有那个梁启超，
我们从小就听说他们两个之间有好多趣闻，您能不能谈一下他们两个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谢谢。张之洞跟梁启超呢之间还是颇有一些往来，也有很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他们遭遇，他们走到一起是在戊戌变法之前，那也就是戊戌变法的准备时期。梁启超以他那一次生花妙笔就是在上海办的那个《时务报》，影响很大，影响很大。张之洞呢也很欣赏，所以他还曾经专门下达指令呢，让湖北的各级官府都订阅《时务报》，而且呢，他还专门把梁启超请到湖北武昌来，口口声声呢，大家看张文襄公的信札就知道，都称梁启超为什么呢？卓老。他那个梁启超那个时候20多年，因为梁启超又号卓儒，张之洞比他要大差不多30岁，还称他为卓老，可见很尊敬。而且把他请到了武昌的时候，张之洞准备大开总督府的正门，那这是极高的礼遇，那中央要2品以上的官员来了才能开，而梁启超是没有功名的人呢，只不过是个举人呢，只不过是个举人呢，可见张之洞对他的器重。当然他的幕僚就说这个不能做不得，这个不合礼制，还才从边门进来的，两个人一起饮酒畅谈。但是在这个进程当中，两人的矛盾就越来越明显了，因为这是政见的不同啊。后来梁启超在他的《时务报》以及后来的一些刊物、一些文章当中，尖锐地抨击清王朝的腐败，抨击专制制度，鼓吹立宪政治，这是张之洞所不能容忍的啊。所以张之洞就跟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就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这个不仅仅是张之洞和梁启超个人，也可以说是张之洞与维新派之间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好，谢谢。冯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冯教授，就是我们知道张之洞在兴办洋务的时候，应该说他也交了不少的学费，比如说看现在这个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的选址问题，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您认为应该怎样看待他的这些失误呢？谢谢。这个问题正说明张之洞他的严重的历史局限性就是张之洞他意识到了要办现代的工业要引入现代的机器工业来富国强兵，但是由于他的知识结构，由于他的基本的文化理念还是比较陈旧的，所以犯了很多错误。譬如像汉阳铁厂办钢铁厂，就湖北而言应该是在黄石或者是大冶，就是那儿有铁矿而且是优质铁矿，也在江边，交通运输也还是不错，应该在这儿办。他不，他要在汉阳办，汉阳武汉三镇，汉阳在江北他的总督府衙门在江南武昌在什么地方呢？在武昌的江边，就是现在的武昌造船厂大家如果到武汉去，你就在站在长江大桥上面就可以看到武昌造船厂。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张之洞每天早上起来，他一晚上他是经常亲自文书可能都很辛苦，早上睡晚上睡了一觉，早上起来把他的窗户推开一看，看到江对面烟囱在那儿冒着烟，心里多踏实他就是完全从这个所谓的督察之便，这是他的原话，来选这个址，这样就多花了很多冤枉钱。这就说明了现代化的建设，包括现代化的工业建设，它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现代化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它跟制度跟观念的现代化要全方位的推进，这也是张之洞留给我们的教训。感谢冯先生今天给我们做的演讲一个多小时的过程当中，我想绝大多数的篇幅您都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
从研究的角度来给我们评述了张之洞这个人。那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想请您从个人喜好的角度，回答一下，您最喜欢张之洞的地方是什么？抛开学者的身份，最不喜欢他的地方又是什么？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张之洞的那种执着的精神。至于不喜欢他的地方，啊，我觉得是在他戊戌变法的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当时的人的批评呢，就说他手鼠两端呢，就是一下这样一下那，这他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那个权位，啊，所以他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一些事情，啊，他当时的有一些做法呢，就是使人在人格上呢，啊，不是令人敬佩。好，再一次感谢冯先生今天带给我们很精彩的演讲。那我想，对于任何一位历史人物，我们都希望能够从全面、客观，而且是详实的角度来去进行评价。那今天的演讲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冯先生一起呢，带我们穿越了历史长河，回到了100多年以前，近距离的去观察张之洞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同时呢，也近距离的去观察张之洞所写下的这一段历史。好了，今天呢是非常感谢冯先生，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好，谢谢您。